家好，我是哈罗上海十二年级李彩珠的妈妈，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跟大家分享一点我家里的小故事。我家有一儿一女，他们从小的性格和爱好就不同，长大后所选择的课程也不同。哥哥外向热情，他选择的是 IB 课程；妹妹淡定执着，他选择的是更投入的 LO 课程。对于他们的决定，我都很支持，因为我相信因材施教才是教育的根本。Lisa 从小就喜欢生物和化学，七年级学校有趣的解剖实验巩固了她的想法。到了八年级，她就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未来想研究生物医药和疾病。同时 LO 课程少而精的特点也使我女儿不用放弃她喜爱的课外活动，比如辩论和排球。作为哈罗上海的创校生， Lisa 在哈罗获得的不仅仅是未来人生的方向，我想更重要和更宝贵的是老师们对她的帮助和引导，还有学校丰富的资源和支持。我相信 LO 的学习经历会促使 Lisa 更好的成长，开创自己的人生。谢谢大家。